一般都是放后吃。你老爸手脚热不热？哎呀，他的手脚怎么热呀？别人吃这个不管用，你吃这个就行。完了，另外一个配合着长身高去吃。要不你血管长得好，他闭塞的血管他得闭塞。如果要是这么继续严重的话，他只能手术取栓。要不然他不能走。这个他这么整，然后也要去医院去看，也得去看。不能因为我家要离得远就不看了。那我没问题，我今天还是要老师。好，那就生气啊。好的，这位朋友，哎，时间关系啊，咱们就不多聊了。这三方面临的问题还真不少。我们也提醒各位呢，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，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，电话请您记好了，400-6222-88-9，400-6222-88-9，400-6222-88-9。好的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。Gracias.